我台语。嗨，我是茉莉。嗨，我是。今日就是爬山。今天温度是18-21。今日要去爬剪刀石山。好 ，Go。它也叫金面山，为什么有两个名？剪刀石是因为上面很像剪刀的石头。到没？你十分钟前才问到了没？台北的风景，你看，那个就是101，很明显的。OK。袂歹。金面山就是以前清朝的政府采石的所在，采石了后摕去筑城。他为什么在这里选？因为边啊有基隆河，较方便运输。哦，我还是觉得好像被挖了一个洞。对啊，以前就这样挖一个洞。哎，一杰人够厉害耶，直接这样挖洞，就是也太累了吧？这个人一直靠腰。这个人一直靠腰，为什么？因为腰啊，真的，男人就是要靠腰啊，要靠腰，靠腰。小心不要掉下去。那往下看，万丈深渊。啊，好可怕！好了，今天爬山的一性节目来了。完了。反正呢，今天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就剪刀石头布，输的拿锅子防御，赢的人就要拿那个锤子。只要拿错或者是速度慢被打到，然后输的人哈，我们就要惩罚这个雷根糖。然后这雷根糖呢，就是1/2几率。有鼻涕口。对，1/2是好的，1/2是坏的。来哦，第一场。好。Round one. Start. 头部。你要打自己啊！哎，吃。这个不是死鱼，就是草莓香蕉了。好，先停。哎呦，是草莓香蕉吗？死鱼。我知道死鱼了。什么味道？好腥哦！好臭臭，它是怎么做出这个味道的啦？鱼腥草吧。来啊，防堵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荷兰队，剪刀石头布。很快哦，剪刀石头布。不容易自己赢啊，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谁输？他拿错了，换你吃了，吓死我了。爆米花或抽蛋，爆米花或抽蛋。哎，运气怎么样？我觉得它不是爆米花，我应该吃到抽蛋，可是没有那么难吃哎。来吧，最后一场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太长音了，一直想要拿锤子，失败了。不是牙齿，就是拍的骨裂。换牛奶还好吧？对啊。我觉得你会照椰子，因为你不喜欢椰子。小天对我也太差了。牙齿耶。椰子对不对？你们还要再玩吗？不要啊。我讲，这边是植物小常识的时间，跟大家介绍，这个就是骨碎补，这个，哦，会当摕来做中药的哦。听伊的名就知伊是创什么的，伊就是用来补骨头的，有个别名叫兔脚蕨，兔脚。嗨，你好。落山了后就去内湖的来来导连，但是迄个食物已经无遮好食了，所以就卖介绍了，跳过。OK。今天你的爬山的皮就到这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其实很辛苦，好像没有很辛苦耶。这个金面山很简单耶，大家都可以来爬哦。这个就是我频道的第四个山咯，超级的山有豪柱山、皇帝殿、阿曼山，还有这次的金面山。哇，我很厉害耶，佩服我自己。好，今天你日头收大，我没多说下去了。大家就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、okay. 按铃铛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飞嘟嘟有没有听过？没有，你唱这样谁听得懂？四包药水呼噜噜有没有听过？还是没听过？
继续啊，我搞不好后面就听过了。叫他起来，他眯起眼。他眯起眼哦？为什么他眯起眼？然后我忘词了。哒哒哒哒咕噜噜之类的吧。又咕噜噜了。就是他又睡回去啊，咕噜噜那一类。那你有听过另外一首吗？小脚哭娘，清早起床，提着裤子上茅房。忙有人没有办法，只好拉在裤子上。这个旋律大家都知道。